再坚持一下，拿出魄力来，凉快凉快。拭目以待吧。偿还吧。不太好。就以奇珍万七一心同归。岂能不招待？我前来送行，永眠非逝者在临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天赐援助来得很及时，偿还吧。这一战不可避免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们选错了对手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，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有话好好说呀。我前来送行。永眠非逝者在临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，就以奇珍万七一心同归。有话好好说呀。百花盛放，赶早不如赶巧。偿还吧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要开始了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咱们还是以和为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还好，没事。别放过任何破绽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客人岂能不招待？我前来送行。真是难缠。禀受天赐，援助来得很及时。永眠非逝者在临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吧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真是难缠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就以奇珍万千一心同归。我前来送行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客人请来。
用棉飞试着再临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要开始了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嘿，一心同归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这一战不可避免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吧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客人岂能不招待？我前来送行。用棉飞试着再临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给我记着。百花盛放。真是难缠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要开始了。你们选错了对手。有话好好说呀。就以奇珍万计，心同归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吧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咱们还是用棉飞试着再临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真是难缠，客人岂能不招待。给我记着。领受天赐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偿还吧。请助我一臂之力。要开始了。说呀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就以奇珍万千，一心同归。前来送行。用棉飞试着再临。百花盛放。援助来得很及时。偿还吧。这一战不可避免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速战速决吧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咱们还是以和为贵。
你们选错了对手。有话好好说呀。客人岂能就以奇珍万千一心同归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真是难缠。永眠使者在临。百花盛放，援助来得很及时。长缓吧。我前来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看来呢，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你会为此付倾注我一臂之力。真是难缠，还差得远。永眠非逝者在临。就以奇珍万器一心同归。我们早已踏入风暴，为了守护和捍卫，击溃他们。你们选错了对手，领受天赐。好多了，这一战不请助我一臂之力。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